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今天小强意外捡了个徒弟，如果小伙伴们想知道怎么回事的话，记得把视频看到最后哦。果然，珍妮又来拆家了。你这话就不太准确了，我这是在赚金条。前期拆家得到的物资还是很不错的，去一次东荡之城，少说也能赚个几千金条呢。咦，说那么多还不想去皮？我就喜欢 PK， 怎么了？打架多刺激啊！好不容易换上好装备，肯定得利用好这优势。后面我拿大炮的，去单挑刺激一下呗。要是回头和他干，那就比较刺激了，那叫找虐。那就去被虐一下呗，我也挺喜欢看的。小萌一天到晚都想看小强出手，我也是服了。这边小强也是找了个地方守着，这人很猛呀，连队友都不等，就急匆匆的往上爬。小强还以为这人很强呢，没想就是个呆瓜，专门爬上来给我送人头，真是谢谢他了。别得意了，又来人了，要是被大佬莽上来，你就完蛋了。我去，这乌鸦嘴真是够灵的，还真来了个点长炮的大佬，好耐呀。虽然这人被小强打空血了，但咱们还是瞒不过他。要是小强挨上两炮，可能就得凉了。咱们还是拉开距离再防打吧。原本小强还想失血秀他的，没想这人居然掉下去了。那算了，咱们还是快点补药吧。要是大佬再莽上来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逃跑了。我去，吓我一跳，这人什么时候上来的呀？小强，你快点跑吧，别提了，就你这点血，挨一炮就得凉凉。现在跑也来不及了呀，还不如和他绕一绕呢。哎，这人不见了，咱们趁机开溜吧。好耐呀，这大佬居然躲在后面，真是太狡猾了。早就叫你开溜的了，现在知道错了吧？游戏前期点藏炮的攻击力是无敌的，你根本没法打好吗？我也知道呀，但是逃不掉呀，要是刚刚直接跑的话，还是会被炸到的。后生也是，只能怪你倒霉喽。可怜的小强居然被人虐了，你能不能别笑着说呀，我都服了。哇塞，居然有两个拿点藏炮的，这营地也太强了吧，我都开始同情你了。你还是复活吧，没机会了。居然说没机会，还不是被我逃出来了。这波秀呀，居然死里逃生了。嘿嘿，基本操作不要惊讶。小强也是打算和他们好好的皮一皮，既然打不过，那么咱们就用身法来秀他们。这些人被小强秀得一愣一愣的，完全跟不上小强的节奏。嘿，咱们再利用空气墙和他们皮，打不着就是打不着，气死你们。就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抓住小强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刚刚你不是还被抓住一次吗？那是意外，我是被偷袭的。那还是被抓了呀。好气啊，小萌老是干我，真想捏他的脸。皮了这么久，小强也是不打算继续玩了，那咱们就回家去吧。只不过小强没想到的是，之后居然有人私聊我，说是想小强教他身法。嘿嘿，又是一个被我魅力折服的小迷弟呀、啊、身法是教不了了，只能多点训练，小强也帮不了你啊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下期了，我是小强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